Thank you. 来来来，每个人都有毛巾了没？徐昕，我跟你讲，我头不行，我跟他们在那个地方位置，我没有办法滚。冲在前面的是李晨。 我的头钻这个特别有压力，因为不管怎么，它会震一下。超哥刚刚是最快的，对，飞出来了。小猎豹最快，小猎豹最快。我旁边有个很快的人，很快的人，很快的人。他们中间有两个跑得好快的，哇，非常的快，非常快。我们看到最前面的是谁？志凯。 最现在你顺利已经进入到七强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我是梅化工的张志超，主要是一名仪表工程师。谢谢，我平时喜欢踢足球，所以运动比较爱好。我知道你拿第一，我会尽力的。所以你这轮又拿到7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就必须的，特别有自信。现在有没有决定要进前三？进前三，确实这回就压力比较大了。前三。 努力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塔山电厂的一名员工。你叫什么？我叫贾舒凯。是呀，恭喜你顺利进入了七强啊！对对对。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你的速度已经跟郑恺差不多了，你有看看你旁边吗？郑恺小哥哥就在我右边。那你觉得在下一轮就是七强的比赛过程中，你会超过他吗？尽力吧。 贾舒凯，他曾经在100米的赛跑当中跑出了11秒多的成绩，哇！跑出了11秒多的成绩。就是那个短头发，是那个特瘦的那个，二级运动员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跑得特别快，真的复活吧？我觉得。现在他们有几个人？ 他们现在有3个人，我们有4个人，七进三，接下来就是。谁没抢到？我没抢到。我跟你跟他，我们三个是不是复活？不见得赢呢，还。复活成全吧，你还能跑吗？我能跑，可以。晨晨，你再上去跑10遍。肖哥，好，我们准备启动我们的复活卡，复活范丞丞。 我们的兄弟团选择了复活范丞丞，现在也就是说这一轮7进3变成了8进3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下一轮8进3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到场上，诸位。 哦，谢谢洛丹。的必备责任，他的体能肯定没有问题。现在体能上有点吃不消吗？没有，我在这儿，我头过钻不过去那个，他们可以钻过去，我只能一点点钻过去，我在那儿是个障碍。我的天哪，对我来说，我在那儿有心理障碍。哪儿是那个钻的那个？对，他说这个会碰到。对对，你小心点吧。 我在那儿有心理障碍。小心点，没事，这一轮我们是8个进3，对，我觉得胜算还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我们人多。加油，陈哥！没事。兄弟团，加油！邓超，加油！加油对对的朋友们，跟我们一起喊好不好？兄弟团，加油！同样，我们也把支持的掌声送给现场的工人运动员。 加油啊！就剩你们三个了，加油啊！就剩你们三个了。虽然我是兄弟团的成员，但是觉得你们太不容易了，一定要加油，好好跑。加油！